美术生的高光时刻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今天要画那个。哪个？你能不能别这样？这都是艺术，好不好？切，谁还没画过那个？注意三庭五眼啊，注意肌肉线条走势啊。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呗。你之前画过人体？啊？没有啊。抓形抓得很好啊，你看你这儿画的。你留着空白是给我画呢。老师，我画不出来那个。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梅子，你画完把人体结构在旁边注上，咱就裱画框了啊。那就辛苦您了，那咱们休息20分钟。哇，老师怪不得说要裱起来，梅子你画的也太好了吧。哎，也没有啦，肌肉都画出来了，也不看人家妈都有没有。不是，谁还能没个腹直肌呀？你不是说你画过那个吗？刚才连头都不敢抬。看人家梅子画的，这才叫艺术。